我把刚刚这个中奖的这位朋友叫可乐啊，他在歌单里面点了一首《这一路》，一定要安排上，这么幸运的事情啊，大家一起恭喜一下好吧。我们左上角那个福袋大家参与分享一下，然后呢就有机会领取现金红包，然后还有点歌的权利，然后咱们那个中间的位置还有喊朋友得红包，一个福袋一个红包，大家都是通过分享的方式都参与一下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啊。炎热的风我却很冷，繁华的城心很沉重，夜晚的天月色朦胧，孤独的心情有谁能懂，人海之中人潮汹涌，风雨之中不见彩虹，我的天空乌云聚拢，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，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冷，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，望着天空眼球已泛红，低下头谁来解我伤痛，胡子都挂霜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很冷啊，这边现在也就是零上四五度那样吧。人海之中人潮汹涌，风雨之中不见彩虹，我的天空乌云聚拢，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，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的夜里难以入梦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冷，感觉自己真的需要人疼，望着天空眼就已泛红，低下头谁来解我伤痛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，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疼，望着天空眼球已泛红，低下头谁来解我伤痛，好，点歌完毕。广东太热了是吗？我这里35度，哎呀你们可遭罪了，都来东北定居吧，东
东北这边，我跟你说，山美水美，人更美。这边我跟你说，夏天就是我建议大家夏天来这边来度过，真的。到什么时候回去呢？到就现在，再过一个月，十月一以后，达到回府。老得劲儿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边夏天还没有那么潮，然后还没有那么闷，然后这个空气只要你在树荫下就特别凉爽，嗯呐，特别得劲儿。就是啥呢？记得加防晒哦。我这里面现在零上三四度，也就是因为东北这天就是这样啊，东北的天就这样。公屏都有什么情况？我刚刚光顾着唱歌了，也好多信息量我都给错过了。大家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？没瞅公屏啊，光顾一心一意的去唱歌了。然后也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啊，又新加我粉丝团的每一个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相见很晚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握手啊，握手，握手。还有人问说，我这里为什么这么冷？这事儿我也不知道，你应该问老天爷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事儿我也整不明白呀，这事儿。对，我们这儿现在你晚上睡觉那必须得盖被，不盖被的话你受不了，就得冷。啊，哎呀，在这个温度下喝杯小茶水真是老得劲儿了，真得劲儿。要成小黑人了、哦、大家都想听首这个三生石下画风行万里等等歌曲是吧？这可咋整？这天天要这么唱下去，你说我这本来就是一颗唱的破碎的心，不得支离破碎呀、啊、唱的呀、啊、都已经唱两遍了、三生下一遍、三生下唱一遍，再唱就第二遍了，画风行万里也唱一遍了，咱能不能细水长流？今天你给我点个关注，咱明天来听行不行、啊